除夕当天，里面响起了去年返乡的各种混乱情景。客厅插座、厨房插座、厕所插座、书房插座、卧室插座 check， 厨房水龙头、厕所水龙头 check， 膀胱排空 check， 手机 check， 随身行李 check， 猫咪 check， 准备出发。哎，忘记还有伴手礼了。当时手忙脚乱，听着一堆东西，差点就错过了客运。今年我不会再重蹈覆辙。所有插座 check， 所有水龙头 check， 膀胱排空 check， 手机 check， 行李部分我在上礼拜就把衣物寄到基隆了，行李减量 check， 最重要的猫咪 check。至于伴手礼，我也在两天前用了全家便利商店 APP 随买跨店取，在 APP 上轻松点几下就可以预约取货日跟取货门市，如此一来到基隆时就可以拿到了，很方便。你好，新年快乐！我买那个跨店取一盒高级鸡精跟蛋卷啊，还有那个冰淇淋是我现在要吃的。如果没有回家过年，妈，我现在人在日本啊，也可以透过 APP 转正功能，指定时间与店铺，透过云端送礼给对方。现在用随买跨店取买指定的春节礼盒，一元就能累积一积分，累积满1000积分就可以换200购物金哦，好一个恭喜发财啊！